就在刚刚富贵鸟品牌方到访直播间，小杨哥又开始放飞自我了。大哥，你看女生穿这么干什么？万一觉得女生想买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行，你看我，你是，我要是女的穿什么样，男的穿什么样？难管啊！万一女的想买了，大号要买上一码了，算了。你起开好了，别挡着人家看呀，要看那个，对吧？拉下，不要看什么，也不用就了，你就一个款式对吧？就一种款式，你先别讲吧，啊，不都一样吗？或者再做两，或者再换下一个穿的大，它就一个款式，半路平啊是吗？我们现在就假如请你买，这怎么敢为一个意见？你，哎，好，路，哎呦，这个好的好又好，好，哎，好呀，赖道可以，好，哎，看得见吧？你这个是让开一点，让开一点，让开一点，让开一下，我在底下这样看。你，富贵鸟的羽绒服，小杨哥直播间。199上车。就在昨晚小杨哥直播间带货打底裤时发生暖心一幕，由于直播试吃太多导致肚子不舒服，需要先离开一下。不行，我真受不了，我现在真受不了。那行，这个皮我来给大家卖啊，来下一个。兄弟们，我上厕所，我马上回来。可是为了对粉丝负责，小杨哥刚离开又决定回来。来，明白吗？等一下啊，这个再忍一会儿，我感觉不对，我感觉咱们带货，我如果走了，这对粉丝不尊重。我忍着。随后开始测试打底裤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这个穿上它是什么感觉呀？怎么个滑呀？到底是什么感觉呢？摸吧，来摸什么感觉？你摸呀，来你摸，来什么感觉？你摸什么感觉？你有没有你媳妇呢？嗯啊，你媳妇呢？我媳妇应该躺着看直播呢。我受不了了！教你一下，你让你媳妇按摩是这么按的。你好，你好，好爽！老妹有没有男朋友？老妹，这不都是吗？都是男朋友。这样，要做的话可以做啊。我没让做，他能做吗？你先，你让你媳妇做，你媳妇才能做。对。啊、你这么高啊，什么必须的呀，你看啊，那你就给我看一下，演示一下，来媳妇站起来，你看听到没？就我媳妇你多高？6.8。你这鞋多高？不知道，应该有5-6厘米。好，她现在大概是1.73米，来我们比一下身高。你飞，我有没有1.8米？还有谁？这么在好多人叫你老婆哎，老公吗？你这个男女都是我老公啊，听到没兄弟们？是吧？现在好，刚刚好多人说你这个，说你闭上眼睛听一下，聆听一下他们对你的呼唤，静静的。哎，你闭上眼睛，你听，闭上眼睛。公主抱，你会公主抱吧？危险，这地上有点滑，抱一下，兄弟，抱个公主抱。啊，听见吗？这么轻的。小杨哥这次真的摊上事了，兄弟们快来小杨嫂，一起录屏为证，小杨哥竟然和品牌方密接了。你兄弟们的眼睛真准啊，兄弟们说你摸他手了。那你别吃，那就走了。哦，他东北的是吧？辣不辣？这个葱给你们东北的辣不辣？不辣吗？不辣吗？这么辣？你给老妹吃进口大蒜呢？没有，我不，他先吃了，他吃完我吃了。完了，我真不知道是吧？我的眼睛，我老公刚才是空白的，我说的忘了。对呀，你演示一下。美女，你刚才怎么弄？你刚才是你先吃了一口。对，哦，你吃了一口。完了呀！然后呢？然后怎么发？然后呢？然后我吃一口。你之前怎么吃的？又吃一口。你是你阿姨，这哎呀，那路边仔。先帮媳妇道歉啊，不好意思，媳妇。还有一次，我帮你说几句话，好吧？我帮你媳妇说几句话啊。弟妹，我跟我弟20多年了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他不是故意的，是有意的。他不是故意的，是有意的。来，我的妈，怎么回事呀？就在昨晚，小杨哥直播间的美女品牌方一个接一个的来，小杨哥表示很无奈，看得出来内心很是抗拒。老妹啊，来老妹，问你一个关于商品的问题，请问你多大？关于商品问题，好好，问错了，不好意思。你那个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哎，我这不浪费时间了，品牌方来了就介绍品牌嘛。啊，美女先介绍一下，美女。大家好，我是秘密泉的品牌方。请问你卖面膜，你带篮球，你做什么？我这个怎么拍？哦，他测面膜的服帖，来你过来，过来，来杨哥看一下啊。你怎么回事？杀！有，
小杨哥测试吹风机，因为风力太大，可能需要品牌方医生来去治愈。啊，我的天，小杨哥，哎，什么玩意？那夜呢，雪花飘落，梅花开枝头。那夜呢，花间池旁留下太多愁。兄弟俩带货破壁机，大杨哥趁弟弟去上厕所时间花式整活，为小杨哥调制黑暗料理。等我两分钟啊，等我两分钟。好，来来来来，现在来，咱们给那个给我弟做一款饮料啊，做一款特级饮料。今天咱们准备的花椒要不要放？要放。好嘞，放一点。哎花椒要不要放？放，放一颗，不能放多了，放了就闻到味道啊。辣椒，不分啊。苦瓜，啊，小米辣，小米辣这个太辣了，咱们就少整一点吧。一共有多少个？一共有五个，咱们就全整。放几个大蒜啊，大蒜。要多少个？要多少个？啊，再放这个辣椒，放西瓜，再放点这个菜啊。生姜有没有生姜？我生姜啊，没有生姜还，哦，生姜姜片，放点姜片，牛奶牛奶放一点，让它看看颜色。哦快点呀，你这做什么呢？太牛牛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不要放，再放太多牛奶。OK, OK, OK。干爹，别坏事。我先喝。好，你先喝。我不能喝呀。我打的，你听着给你喝。防备。我自己倒。我打的。我为什么？我打的为什么给你喝？不行不行，你让你把品卖出去。等等。哎。来。一个是叫一个喷辣喷辣，就非要喝非要喝，叫不要喝不要喝不要喝。啊！我好像开了真辣呀！小杨哥带货天地一号苹果醋，第一次喝结果被酸的大喊。苹果醋。这个味道我第一次尝，天地一号没喝过呀，广州最爱啊！我真第一次喝。学长，你们广州买这个多少钱？到底多少钱？说实话，说实话，咱们说实话，五块一瓶，啊？六块。哎，有人说三块，一瓶六块啊？三瓶还好着呢。说实话啊，兄弟，说实话，不乱，不要乱说啊，六块，五块，五毛，白的。超市一箱是63.6。兄弟，你看你觉得我合适就拍，不合适就不拍啊！我69.8，行吗？啊，兄弟，69.8，好吧。15瓶，宝贝，30瓶。